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油漆桶的模具啊。那么呢，做成圆形的模具，这样子呢比较省材料。那么在水路设计方面啊是非常严谨的，用的这种啊定制的这种防水胶圈啊，比较大圈的。那么呢，整个模胚啊，包含了所有的模板，都是采用的圆形，用的一个热嘴浸胶啊，单点浸胶，那么可以轻松的把它打薄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水路啊，水路排的非常的密集，如果水路不排密集，它的这个冷却时间会非常非常的长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水路啊，采用的都是啊一进一出的四面环绕的水路啊。这边的话，关键的还有一个顶块啊，这个顶块是啊一边顶一边跟着这个斜槽滑动的。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动作原理啊。那我们开模之后啊，顶出的时候呢，跟住这个蓝色的斜槽，一边顶一边往外滑，去脱离油漆桶的这个四周的这个倒扣啊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来啊。我们再顶一次啊，再顶一次，来关注我，分享更多的模具设计干货，这种设计是万无一失的啊，给大家分享。